来做这个老房子维护的话，那又不符实用，我告诉你哈，现在都是小孩子一个人一个房间嘛，对，那像这样是不够的，对，所以他们就会又不愿意给政府修，他们就会把它盖成把它盖成环拉岛，把它出政府一个周期嘛，嗯，既然有限制的就会，对，其实哈，这也是我们现在碰到的一个瓶颈，就是到底要保护好呢，还是要发展好？